はいはい。酸到吗？没有哎、欸，我还真的没有酸到哦。嗨。もうこんな時間か。真的没酸到。而且睡得比较熟、哦、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日も恒例のレースをやるぞ。みんな腕を磨くんだぞ。African dude looks like a Ryan. You ready? よし。そろそろスタートするぞ。Ready, go, go.电脑换位置，对，没错。啊，干！啊，哒哒哒哒哒，不是吧？贪心，卡住了。为什么不能硬转过去呢？没错，房间换了。我把桌子转了一个方向，因为我现在是我接了一个三萤幕，我原本是两个萤幕而已，我现在接了三萤幕。其实我现在这个房间，我现在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反而比较不容易玩健身环。可是。可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三萤幕对我来说应该是会好一点。Street Fight today? Nah, probably not. I have to beat this game first. I have to clear Shenmue 1 and 2 before 3 comes out.还是不行，这个地方没有超过它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拿第三名。
かったな。もうちょっとだったよ。ほら、これが商品だ。ありがとう。叉车。さあ、もう仕事の時間だ。叉车3。一二名都有了，よろしくな。只剩下三四。この荷物を18番倉庫に運ぶ。これがルートマップだ。今日のノルマはこのマップに書いてある。わかった。じゃあ頼んだぞ。十八号。嗯哼。安安，哎呀，希望今天可以把全破，然后玩一下二吧，二要赶一下进度。每天都要上班啊，开直播也是上班，推叉车也是上班，搬箱子，你们要上班，我也在上班。卡住了啦！今天怎么开始咳嗽了？不要啊！我不要生病了。只要赶紧把这全破了，我就可以顺利的接上沙漠三了，完美！从美国回来刚好可以接着玩沙漠三，完美计划。你们会玩吗？你们会买沙漠三来玩吗？
不会，为什么？为什么不买？因为没有爱吗？没有情怀吗？绝地陨落，皮炎剑盾啊 ，Pokémon 剑盾，这样讲也是对，因为其实大作太多了哈，可是现在大作多是真的多，就是每个月都多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月是没有大没有游戏发售的，这跟以前的日子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太多游戏要玩。所以我才会选沙漠吧，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玩，你看大家都在玩死亡搁浅，然后没有人要玩，没有人在准备沙漠三的东西吧，没什么人，然后我又不想要跟风就来玩这个啊，觉得这样不错，而且刚好又可以满足我以前沙漠没有玩完的遗憾，这样子。比起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个情怀的东西，白色箱型车缠起来嘛？我如果说是现在人龙，我觉得有可能做到，但毕竟是这个20年前的游戏，我觉得大家看应该是不可能的。你想太多了，不要做梦，孩子。对啊，沙漠的故事我真的也会蛮，我也蛮想要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样的。你想想看，主角从日本漂洋过海到了香港，再到中国，然后他又是主题又是中国的拳法，你不觉得最后结局就是会令人在意吗？虽然是可能有点老套。老套的结局，我觉得是一定的，一定是老套的结局。中午休息。主要在玩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开放世界，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跟现今你知道的开放世界游戏又有一点点不同。哦，怎么会来？特地来探班呢。当然是左边啊，当然是左边啊，这样他才可以拿右边啊。啊，真的？いろいろ考えて決めたなら貫け。葉月くん、無茶しないでね。ああ、分かってる。私、これ大切にする。葉月くんもそれ大切にして。Strong competitive scene. I need a new game to play. 休みになったら帰ってくるから。I'm not sure, but I think Shaman 3 still not the
a game based on the fighting. Harasaki. Harasaki. 就这样。一定是要给他的嘛，对不对？喂，I love Shaman One.I played in high school on Dreamcast. Me too. That's why I play right now. I try to continue the game.なあなあ、ハズキ。いや、お前ってなんかこっそりやっ、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そっか。ま、なんかあるときは声かけろよ。ああ。マーク、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奴らを見かけなかったか。いや、俺は見てないな。そうか。沼久保さん、ハズキ君、お弁当足りてる？ええ、大丈夫です。よかったら。Would you good at Virtual Fighter? I'm very good in Virtual Fighter. 僕は小食でね、たまに残しちゃうから。そうですか。I was the Taiwan champion in Virtual Fighter 3 and 4.中午午休不知道干嘛，剧情没法前进。这样说起来，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担心玩家太快全破吧，觉得这游戏内容太少。Does that help you fighting Shamu being a pro? Not really. It's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Mad Angels を探してるって。こちらに会わなきゃならない。理由があるんだ。No. 関わらない方がいいよ。もし奴らのことで何か知ってるなら教えてくれ。对啊，他白天他本当に知らないね。白天在这边，晚上回去城镇里面卖。ハニーさん。は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の前公安食堂の夜になると夜港口休息室あ
这个但是可能是要晚上吧。卖花的女孩，薯片，我现在有钱了。これを。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很有钱。はいはい、くじを一回どうぞ。ハズレです。ハズレか。ハズレでした。ハズレでした。居然给我带西打嘞！もうこんな時間か。保底吗？我觉得没有哎。十八番倉庫か。よし。So late. Your mother will be worried.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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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ghs) 对，这是主线需要的打工仔游戏。哎，班上可以喇叭哎！哎，我扒他，他会后退。哈哈，我扒他，他会后退。后退啊，弟！越来越熟练了。你看，这样子今天的扣打就已经完了。果然就跟打工一样，越练就越做，越做就越熟，速度超快，有没有？对，虽然不想做，但还是熟了。后退啊你！干什么？后退啊！
就怕就怕这少年郎就怕这少年郎就怕高中生就敢这么嚣张。整个码头就我八月良最强，当然是我扒你啊，有种下来下车单挑啊，没人打得赢吧。等一下，我们有包裹，按门铃。我订的电脑零件来了一部分，不是老板买的，是我电脑啊，我要主新电脑啊。我看到的话是机壳跟其他一部分的东西吧，组装秀吗？抱歉，我什么都会，还真的不会组电脑，所以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工具人。我需要
高手帮忙。没有啦，就先买了嘛，然后寄到家里了嘛，先弄了，然后寄到家里，然后之后再处理这样。卷卷帮主，卷卷主电脑应该很可爱吧。哎呀！叭叭叭！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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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还不让路？退退退退退退！啊，不对不对，不要不要退，不要退！啊，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但是零组件来了 ，CPU 还没来。然后我后天要出国，所以最快弄好也要下礼拜，下礼拜处理吧。哎呀，撞车！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其实我很讨厌路上有人按喇叭是这样按的，按这个。我路上其实很讨厌有人这样按喇叭，超讨厌的。就是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按喇叭就算了，你按一下就好了，你偏要按这样按这么多下，还以为自己很有节奏感。对啊，你如果按一下，提醒一下我们都理解，我们都懂，对不对？他说：“哦，好，原来是要提醒我 ，OK， 我了解了，我换我动我移一下这样子，我注意一下。”别打我喽！小军啊，凶屁啊凶！看到人就先按，有喇叭不按太浪费了。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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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退。其实搬八个就够了，不需要全部搬完，只是搬比较多的话，钱比较多。Hamburg City, Germany. Never been Germany before. 钱不够一样去香港。对啊，我记得，我想也是吧。我觉得钱不够一样，应该还是可以。
剧情还是可以继续。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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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猪头猪头的猪公钱就是要被女人骗的、啊、为什么会被骗就是因为那个钱是猪头来的嘛OK， 这样是16个，16个是双倍量了呢。肌肉还好，其实我很好哎、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好的、啊，肩膀有一点点酸。可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好的。今日も終わりか。睡得很熟，就是了，睡得好熟啊！转眼间就睡7个小时，7个小时转眼就过了。ほら、今日のバイト代だ。どうも。アンちゃん、ノルマ達成だ。又加薪？又加薪？太贵了，太快了。500円だ。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好赚哦。じゃあ、またよろしくな。はい、お疲れ様でした。好好赚哦。すいません。ん？なんじゃ？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がよくいる場所って知りませんか？奴らを探してどうする？お主、かなり危険な目に遭っとると聞いておるが。どうしても奴らの居場所が知りたいんです。知っているんな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わかった。夜。ここに来い。ここに？奴らはいつも夜になるとこの辺に集まる。夜か。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無茶は専用に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钱就是要花。これを。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古树。はいはい、くじを一回どうぞ。外れ。五等か。五等か。商品どうぞ。中身は見てのお楽しみです。居然是扭蛋。韦氏牌摩托车，外送用摩托自行车。Bewitch。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くじを一回どうぞ。欧洲偷跑。
你说沙木山吗？ハズレか。ハズレか。ハズレでした。ハズレでした。卖花的女孩。所以他们已经在玩了吗？应该不能直播吧？直播就喷了吧？直播一定被变台了。又哈兹勒？哈兹勒でした。これ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花钱真是快，花钱真快乐，有钱真好。はいはい、くじを一回どうぞ。はずれか。また挑戦してください。金枪鱼罐头、鱼干，我要这些干什么？鱼片、沙西米、牛奶，すいません、これを。牛奶可以喂猫吧？鱼生鱼片应该也可以喂猫。哎，这个就没有抽奖了，买录音带才有抽奖。原来是这个啊！哇，很多哎，这个要全部抽到也太难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有十三个东西要抽哎，抽到死哦！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どうぞ。Sega 应该没有出电池，只是你也不能够，你不能够打其他的品牌啊，就是你不能用人家的商标啊，所以你要虚拟一个电池出来啊。花钱的快感。咖啡。拼命花钱。哎，あたり感だ。中奖了。好像喝，好像超好喝哎、欸，超好喝的感觉。すいません。はいはい、
何でしょう。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ちょっと大きな声。そうですか。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あなた港で行きオーディション。いや。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を。はいはい。くじを一回どうぞ。はいはい。はいはい太多啦。当たった。え、一等。おお。お客さんラッキー。おお。我可以选呢、欸。哦。红。哎、欸，我可以选呢、欸。是哟、哦。选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好看？我觉得好像银色不错，但是红色比较特别。红色比较特别，对不对？银色应该不错。银色好了。じゃあこれを。はい、どうぞ。お、好大。おお。商品のラジカセ、自宅配送しときます。おお。送到家嘞，超大，居然是。好流行的东西哦，好爽好爽，钱没有白花。久しぶりだな。こいつが俺たちのこと犬みてえに嗅ぎ回ってるのは。たちの悪い野良犬は早いとこ追い出さねえとな。ビビビ。哦哦，飞踢，帅气，真不愧是男主角。用不用不用不用花真钱的抽奖，当然爽了、啊。花架。你有没有想过，男主角是一个高中生，他为什么可以骑摩托车？等一下，我要接个电话。喂？是，但有有有，对，好，拜拜。哎呀，等等等。为什么高中生会骑挡车？そう、見失ったか。重来，靠呗。我掐！得收完，得收到下班了，是不是？我掐！帅气。果然是刚下班。
我电脑的位置换了。我人很多。この港で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に立てついて生きてるぜいねんだ。おめえには海に沈んでもらうぜ。やっちまえ。おお。おお。轻轻松松。小心乗るんじゃねえぞ。来い。え？来不及看招式表了。哦，这厉害。龍の刺繍のある服を着てたそうだ。乱帝だ。为什么会有人穿着像旗袍，然后上面有绣一只龙，到处乱跑？頼む。俺が喋ったこと、黙っててくれよな。デレート。这样子不是很显眼吗？所有人都知道你去哪里啊？没错吧？蓝帝还在港口。我看看哦，看来今天这一天是不是结束了，这一天应该是结束了。刚学到那招残月隐刃，哦，抓过去按，要按方块，没按方块，迷踪步，龙无双，李洛，李八月，前后后圈，前前。
萨洛，哦，这个好帅。我觉得要学，要练这招，要这招，这招罗萨洛后后圈，记得了哦，记得了，就是这招后后圈衰技。沙漠打斗还是有点不过瘾，就是很容易一面倒，你要么就是一直被围殴都动不了，你要么就是招式 一直出，然后出没几招敌人就死了。龙无双后面还有东西接，没显示，真的。实战就忘了，不会啦，记招式表呢？这不是我的本行吗？这么流畅的打架动作，是因为他们有 VR 快打做底子。VR 快打里面有非常，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招式都是 VR 快打过来的，然后等于是现成的嘛。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用一种技术，就是把感应球装在那个特技演员的身上，然后特技演员负责打斗的招式的动作，然后那个感应球会把他们的动作截取下来，然后他们再用那个截取下来的东西套用到他们做的人物上面，所以他们打斗的动作就会非常非常的像真实啊，动态捕捉，对。那个时候很流行，曾经很流行一阵子，可能后来成本太高了吧，就渐渐少用了。我记得剑魂也曾经有用过一阵子，他们请了非常多的武术专家来表演，所以 Soul Calibur 3吧，三代的样子，有用这个技术，所以那个时候的招式特别好看。特别是香华，香华就是用中华剑的那只女生，她的动作非常好看。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啦，不胜唏嘘。原崎，原崎君、船便の、いや、香港に行くつもりなんだっけ？お、バンクーバーと正反対か。どんなところなんだ？自然に囲まれたいいところよ。そうか。じゃあ、まだ見せ場あるから。じゃあ、またな。原崎。原崎君、お花見なきゃまた。あ。没有结局的恋。没有结局恋爱，好难过啊！女主角其实不是第一女主角，是应该是第二女主角。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你第一章沙漠一的第一章，她还没有遇到林沙花，但是制作人铁定会认为没有女主角的话第一章会很闷，所以特地安排了这个角色，安排了袁启旺。猫猫，猫猫呢？猫猫不见了，猫猫不见了，猫猫不见了，怎么回事？为什么猫不见了？难道是因为我都不关心他，所以他不见了？啊，完蛋了！身体很好啊。前后后 B 可接第二段，前后后 B X
为什么你是 BX？ 你按钮跟我不一样，我是 PS4 版的。明日にするか。X 是哪一颗啊？哎 ，X 是犬吧 ？B 的话，我猜是圈，对吗？要上班就没有时间练习。哎，你看我房间里面有那个了，收音机，好帅哦，好爽哦。Reinhard, good morning, Reinhard.干什么？挡我路。哇，卡住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促进员工心态的，这个东西只是游戏制作人担心游戏的内容不够丰富，所以硬要塞一个赛车给你，而且还强迫你每一天要赛车。我不懂为什么强迫你每天赛车，这真的让港口篇真的超爆无聊的。要工作就赛，就算了，每天晚上、每天早上还要赛车，超重复的啦。这跟员工旅游不是，这跟那个。就是部门聚餐一样啊，就你常常不想参加部门聚餐，你更不想要花自己的钱去参加部门聚餐，但是你的上司、你的部门主管就是说，部门聚餐是大家联系感情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但是说真的，就我的经验来看，就是你如果可以跟大家混熟的，你不需要到聚餐的时候才跟大家混熟。然后你如果没有办法跟大家混熟的那种人，你基本上到聚餐你也不会跟大家混熟的啦，一点都没有帮助啊。然后我觉得不能聚餐还有一个更干的东西，就是吃的东西往往都是别人挑的。都是别人挑要吃什么，
してはいい腕だな。ほら、1位の商品だ。ありがとう。叉车一号，为什么不让我选？この調子で仕事も頑張ってくれな。今日もよろしくな、リョウ。ああ、この荷物を18番倉庫に運んでくれ。マップはこれだ。都是十八号了。そこに書いてあるよ。わかった。今度はちょっと遠いぞ。道に迷うなよ。Don't get lost. Don't get lost.真的有点远，就涨价了，薪水涨价了，但是变得更难送。建议怎么样跟同僚混熟？不会吧？后退啦你！你在我的台上面问这个问题吗？你在直播？来直播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看得起大家了？你真的觉得在这边你会不会遇到会得到有用的答案吗？真的太看得起大家了呢。跟同僚混熟哦，要有点幽默感，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就是有趣的事情发生嘛，比方客人很卑吧什么的，就用这种东西去跟大家聊天混熟吧。只要大家觉得，哎，你还蛮有趣，蛮好笑的，就还算容易混熟。你觉得我的台也比较容易得到答案呢？先通干主管，不行啊！你们怎么样？要是有要杯啊，怎么办？对啊，小心一点哦，公司隔墙有耳啊，你知道吗？比方说，我以前做饭店，我的主管是个男生，然后。我们是分柜台分大早班晚班跟中班嘛，我退我退，然后我们是晚班，那有的时候你知道三班制的就是别班有时候会留一些烂摊子给你，那。到你上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干，然后帮他擦屁股，帮他们班擦完屁股之后，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流言流语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各班之间的一些争执啊，互相看不顺眼，对不对？然后假设你自己班的主管在你们上班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抱怨说：“哦，那个妈，那个中班的都留他烂摊子给我啊，那个早班的交接的时候都给我妈脸色看这样子。”但结果嘞，结果可能你想说：“哎，你被你的主管就是影响了，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对哦，他们都是这样子，然后你跟他同仇起离开。”结果你发现他妈的，他们 Facebook 就是六假放假的时候，他们其他你班的主管跟其他两班的主管还出去聚餐，然后聚餐就算了，然后你后来听到就是说，
你可能只有跟你在你们班讲的话，却传到其他班的主管里面的耳中，你就知道一定有人冲康你。对不对？一定有的啦。所以我说，就是公司说大很大，说小很小。就是你没有真的 100% 的把握，有些话还是不要讲出来比较好。我不是说所有的同事或者是主管都不值得信任，但是有一些人真的不值得信任，跟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有一些人嘴巴就是没办法保守秘密，或者是就是喜欢讨好别人，这种东西是天性，他改不掉了。你以为你跟他很好，其实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只是他跟其他人都跟你一样好，然后他可能会把其他人的事情讲给你听，当然也会把你的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对吧？什么都不管，认真工作比较好，我也不觉得这样是最好的。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在职场文化里面，求生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我说我用求生存这个字眼，是因为老实说，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我想要玩的游戏。我只是我跟大家一样，都想要就是每天开开心上班，然后薪水可以领得到，然后内斗的时候不要扯到我。我跟大家想的都是一样，但是你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势必要有一点手腕。势必一定要有点手腕，埋头工作绝对没有用。工作能力强，不好意思，反而有的时候是反面效果。你必须要是工作能力强，然后大家都又喜欢你才有用，不然只是反效果而已。当扳手的时候也会这样吗？不会。因为扳手我们之间的工作内容还有企业文化是不一样的，上下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薄弱。比方说，你的主管喜不喜欢你是一回事，但是你的主管势必要能够不怕你，他不怕你很重要。哎呦 ，Josh and Ray，Thank you for the subscribe， 谢谢订阅。他不能怕你，你的主管怕你，你就完蛋了。我说的怕就是他会觉得你对他无害，这样是最好。你要想办法让他觉得你对他无害。你不用当他心腹，你不一定要讨好他，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觉得你不需要，他不需要担心你会怎么样，这样就好了。今はそれどころじゃないよ。でも好きな子ぐらいいるんだろ。マーク、俺は。亮、お前にどんな目的があるのか知らん。だけど彼女の一人ぐらいい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哦，有个女人很棒哦。你跟高中生讲这种话是这 OK 的吗？マークの言ってることはわかるよ。でも、俺は大切な人を巻き込みたくないんだ。リョウ、お前。なあ、マーク。あんまり無茶するんじゃない。ああ。どうも。だいぶ仕事慣れたみたいだね。はい。一応、ハズキ君はいつまでバイト続けるの？決めてないですけど。そんなに長くは。そう。沼久保さんはいつまで続けるんですか？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ようと思うんだ。
哦，工作经验。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啊，没有啦。说真的，我是做服务业的，服务业比较人，你的部门其实就是那几个人，圈子很小，所以然后女生又多，真的不好搞。我真的觉得女生多的地方真的不好搞。当女生的比例超过一半的部门，我都觉得很不好搞。どんな女の子が好みだ？いや、俺は特に。やっぱ彼女にすんならさ、可愛くて、いじらしくて、一途な子がいいよな。そうだな。どっかにそんな子いねえかな。見つかるといいな。え、又新东西来了。等一下。邮差，邮差。回来啦！すいません。ん？なんじゃ？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となんですが、噂には聞いておったが。ええ。取引か。近々。如果有更具体一点的问题，也可以问的。我觉得。他に何か聞いてませんか？像阿炭在，他是在日本的公司上班，我觉得那个体会会更明显。嗯？マッドエンジェル何か知りませんか？そんな。わかりました。就是人际关系是更复杂的，更麻烦，面倒塞。すいません。はいは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ちょっと大きな声で。そうですか。对啊，一先破完吧，再玩二。すいません。何ですか？港でアルファ貿易の葉月君かい？ええ。あんたのことを聞かれたぜ。誰にですか？柄の悪い奴らだったな。そうですか。一个老板很好。这就是一招。这个就是一招。对。跟重要的人很好，这是一招。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取引事務所からは。そうですか。
位高权重的人喜欢你很有用，这到哪里都很有用。よく運転もっとスピードそうすりゃ。すいません。は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いや、そうじゃ。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おばさんの一人親御さんを実は。おばさん。とにかく。派系一定有的啦。矢田さん。兄ちゃんか。この前。あ、揉め事は困っ。すいません。真面目にしはい。虽然有点老套，但是或许你可以试着看看，就是科长岛跟住那个漫画，它里面讲的基本上就是作为上班族，你要学习中庸之道，真的蛮有用。トム、はい、よ。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ことで聞きたいんだけど、やつらのやってる取引のこと知らないか。搞跟做。No。俺はどうし、よの。あ、やつらの取引。Sorry。わかった。科長倒跟。跟。这个、啊。嗨，刘。あの。どう？調子？ホットドッグ。いや。ハニーさん。お腹。コーヒーで。すいません。从来没办法让。哎、欸，我可以买，可以播我的音乐，可以播我的音乐。半泽直树有啊，有看过啊。但半泽直树就是那个绝对，那跟现实差太远了。半泽直树跟有些东西真的跟现实差太远了，你没办法，你不能认真了、啊。阿尼基，何してるんだ？パトロールすよ、パト。港を悪に染める調子いいな。嘿嘿，阿尼基こそ仕事の方はどうすか？あ、まあまあだな。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あ、サンキュー。よ。チーズ。じゃあ。ミス。なんかあったら港のゴロ。あ、じゃあな。ミス。はい。マットエンジェル。心当たり。何ですか？港で変わった。あんた、はい、いろいろ聞かれたぜ。あんたのこと、誰にですか？柄の悪い奴だったな。そう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ばい。もうこんな時間か。等回台湾吧。18番倉庫だった。明天也装不起来。一天搞不完吧，我觉得太赶了，后天就出国了。反正你又没有练快的。啊，我要玩沙漠啊。结果我现在的电脑摆设位置改了之后，他开门你们就看得到他了，他躲不掉了。
欸，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哦，有没有人坐过 Hello Milan 的那个的椅子，就是那个要卖好几万块那张椅子，现在双十一在特价。到底值不值得买啊？现在特价也要25,000哎，24,000多啊，26,000。又要打架了。どうした、ゴロ？歩いてたら、いきなり。あの船員が。Hey, schoolboy, come on! お前。兄貴。ここまでおいで。待て。这些人真的学不乖，每次都被主角打爆，每一次都要来打。聞いたか。引っかかったね。来やがったな。お前ら何を企んでる。知らねえな。哎哎哎，按错了。哇，太扯了吧！练功夫太强了，中国功夫太强了。你练了中国功夫，你就可以在一瞬间撂倒六个美国军人。息になるダメね。なんだと？気をつけるね。今度は You だけじゃ済まないよ。何？ You の family や friend がどうなっても知らないね。貴様！这一点都不合理呀。这一点都不合理呀，你们觉得合理吗？其实我还蛮爱看格斗技的，以前最喜欢看的应该是 K1 吧，日本的 K1， 没有关节技的，没有请技关节技，然后拳拳到肉，请技关节技我真的看得很痛苦。
现在的 UFC 倒是挺好看的，凭良心讲。都真打这样。以前 K1 时期还有一些你知道吗，日本人可以较量，可是现在时间久了，日本好像在综合格斗技类真的是越来越就离世界水平反而越来越远。谢谢邢无锋的26个月订阅。现在的拳击也没那么好看了，现在最好看的拳击是中量级，而中量级就是那个 Mayweather 跟 Pac-Man 那个量级，他们那个量级 KO 很少，所以没那么好看。以前重量级拳击 Michael Tyson 的时期真的好看。但是 Mayweather 你不得不承认他真的是厉害啊，天才中的天才，天才中的天才，没输过的。我也不喜欢他，也很想看他输，但他就是不会输啊，不管他用什么奥博手，他就是很会输，他就是可以赢，他就是能够赢。不管你再怎么讨厌他，他就是可以。可是你说他拳头没有力吗？没有欸，就是你不够强，你被他打到变猪头、喔。你只如果跟他水平有差，他铁定是把你打到真的是脸肿跟猪头一样。上次不是有一个日本的格斗年轻17岁还是18岁的格斗新星天才，被称之为天才格斗家。然后是日本格斗界的未来之星，好像才两回合还一回合被他打到脸肿起来就被打爆了。想演没有，他没办法演哦，你看那个内容，他脸都被打到肿成猪头了，好像连两回合都撑不过吧，还是一回合都撑不过。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 Mayweather 好像已经快40岁还是40岁了。打一个17岁还是18岁的年轻人，他就好像他真的就在打小孩一样，把他打爆。今日も終わりか。えい、お疲れさん。ほら、今日もバイト代だ。どうも。安ちゃん、ノルマ。又加金。这钱太好赚了吧？荷物一個につき。550円だ。じゃあまたよろしくな。加薪无上限，真的。お疲れ様でした。这已经加一倍了耶。我哎没有，快一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300日元一个，现在已经到550了。Yo, got some tips. 変な情報ゲットしたよ。変な情報？やつらがひそひそ話してた。流札が近づいてる。流札？多分 Mad Angels の取引のことだ。やつら妙にピリピリしてるからな。流札？取引はいつなんだ？550円だ。我为了赶进度，我已经是边看边看攻略边玩了，我不管了，我要赶进度了。所以这一天基本上事情已经结束，要隔天了。もう少しこの辺で。干他不让我回家。バカ野郎。他不让我回家哎，为什么？すいませ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ごめんなさい。あ、はい。练拳，这里没有得练拳的。啊，那须川天心，对对对。ガロ、チーズ、聞きたいこと、すんま、わかった、すんません。就是一回合被打爆。仓库可以练，真的。悪いが今後にそうですか。其实我想要练衰技啊，但是仓库应该没有对手可以练。ちょっと巡回後にそうですか。ちょっと流札って流札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流札がいつさあそうか。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ハニーさん。はい。どう？チョコーヒーで。すいません。ハニーさん。お腹何か食べ。すいません。没有。按照必得，因为是啊，按金对不对？干这样要1000块。1980块就为了要为了200万金，值得吗？当然也有机会中大奖，中啊巴哈姆特啊，或者是我好像缺了一个暗天师啊，暗主神我已经有了。像这个就是拳击手吧？哎，他不停的。哎，停下啦，停一下嘛，停下吧，干不停。哎，多了一个，一个女的在跑。之前很少看到这个，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角色。多一个了，他会停吧？尾随，尾行中。尾行，
一起跑，一起跑，一起跑，好不好？跑快一点啊！他是不是在追那个男生呢？ちょっといいか。すまない。話しかけない。プロテストが。すいません。はい。取引がいつあるか知ってますか？さあ、心当たりないですね。他で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没得问，没得聊。啊，你超主睡啊！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あのどこか、あ、いえ。你朋友抽到天师，总是会有人抽到天师的、啊。もう少し探ってみるか。总之七点之前不能离开就对了。这游戏设计实在是……おじさん、ちょっと後にして。わかりました。聞きたいこと巡回後にしても。なんだい？マットエンジェル知らん？そうですか。いや、待てよ。お？外国人が二人怪しいで。怪しい外国人。有两个很少见到的外国人。すいません。なんだい？マットエンジェル。さあ、じゃあ、うん？様子の変。港にせ。どこで見た？休憩所の方だ。お？休憩所？おお、おお、有线索啦。自助餐厅。谁？すいません。何ですか？流殺って流殺？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なんかの心当たり。わかりました。わった。没人呢、啊。すいません。はい。おばさん。どうしたの？お金のことあるとき。いや、そういう、おばさん。仕事の困ったとき。なんか食べて。いや、おばさん。仕事。没有东西呀。なんか食べて。いや、今。没东西。すいません。何？今急い。また今。はあ。不是说有吗？すいません。はいはい。マットエンジェル。ちょっと大きな声。そうですか。マットエンジェル。あなた港でオーディション場。いや。没有啊。时间不对吗？还是地点不对？すいません。なんだい？もう帰る。今日はこんな日。よ仕事バリバリや。
おじさん、今はまたそうですか。没搞头。は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取引事務所か。そうですか。啊，我去。もう少しこの辺で話を聞いてみるか。还是不行哦。不是说了在休息处吗？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呢。ごめんなさい、用事があるの。如果是把这个游戏放到现在的时代里面来换的话，铁定被骂翻的吧。倉庫に出見かけたな。マッドエン取引のあっちへ。そうですか。聞きたいことが悪いですけど、別の人に。そうですか。すいません。申し訳危険です。離れて。わかりました。聞きたいこと。悪いけど後にして。わかりました。又没进展。可恶。很难 speed run 这游戏。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巡回別の人。分かりました。聞きたいことが。急いで後にし。そうですか。大家都好冷淡の。ちょっといいかな。ん？マッドエン知る？なんだよ。マッドエン知る？每一天都要拖到这么晚。这每一天都拖这么久欸。没有线索啊！すいません。なんだ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スの。さあ、じゃあ、港にせ。どこで見たんですか。休憩場の方だったよ。なんだい。マッドエンジェル。知らない。そうですか。いや、外国。怪しい。怪しい。二人組。最近。はあ。二人組ね。もういない。はあ。最近はあ、もういない。もうい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そうですか。已经不在了。
可以让我回去，可以放我走了吗？总算可以放我走了。每天都很想要回家，每天下班只想要回家，但是他不让我回家。这游戏做的怎么这么写实？勾起了我当年上班的时候的回忆。心里就很想回家，但是又留在公司不能走。饭店也还好啦，饭店其实比较，我那时候做的那间饭店不错，就是下班基本上都还蛮准时就可以走了，很少要加班的。很少很少。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工作的原因吧。就我只有上班的八个小时是你人卖给公司的，其他都是你的。有钱就要花。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はじきくん。これを。嗨嗨。じゃあ、くじを一回引いて。あと。我有一等哦。又中了。はじきくん、ラッキーラッキー。好きなの選んでね。靠北啊，不是有了。选个红色好了。じゃあこれを。商品のラジカセ、葉月くんの家に宅配便で届く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太扯了吧。就抽了一个已经有的东西。これを。要么没中，要么一奖。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葉月くん。これを。噔！300元一个卡式录音带，好便宜哦。换算成现在台币也才100块啊！现在买一片 CD 都贵到靠北。これ何が入っているかは見てのお楽しみだからね。这什么鬼？科巴海滩。
っしゃいませ、葉月くん。これを。じゃあ、くじを一回引いて。外れか。外れです。ごめんね、せっかく買ってくれたのに。灯泡。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葉月くん。これを。またね。罐頭。买个罐头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葉月くん。これを。可惜猫已经不在了，我没办法喂猫了，好想喂猫哦。もうこんな時間か。今日は早く帰らないと。约瑟夫祖祖安安新来的。喵，猫不见了，猫去哪了？被领养了吧。哈哈哈哈哈。